我问你，这老听歌剧是不是听过那个？哎呀，有一个叫什么尼泊龙根的指环？对对对，你听过没有？我听过啊。行了，你们上头都聊什么了？走吧。 月月啊，从现在起，你要去找到那个乔小姐，要好好跟她谈一下，求得她的谅解。这事儿已经不能再扩散了啊！什么意思啊，妈？不是说已经没事儿了吗？儿子，别人替你解决了问题，我们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，你不知道。时间还来得及，你要是能找到她，就一定要让她撤销她笔录里面对你不利的一切证据，啊！ 就说，说你们是一见钟情了，你们会这个正常的交往啊？妈，你说这翻来覆去就了一件事，我是真烦了。本来我们俩人挺好的，挺简单的一个事儿，你看现在怎么就折腾成这样了？我确实是挺喜欢那个姑娘，但如果说为了洗白才跟她谈恋爱，那不变了味儿了吗？这我不干。 我跟你说，这次你要是不好好处理你这个事情，妈妈是真的没办法站在你这边了，都30几的人了，你还这么任性，怪不得你爸爸天天说你。哎呦，我这烦着呢，您别老跟我提。儿子啊，你要是自己能解决这个问题，妈就不欠别人人情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妈，我这不一直找呢吗？不就是没找着呢吗？现在，张总啊，你好歹也是黑科技公司的老板呀。 啊，你们那个电眼集团是干什么吃的？不是搞人脸识别的吗？技术不都到了世界一流了吗？找不到一个小姑娘啊！再说了，总裁班的新总联系不上乔毅，他联系不上乔毅，总能找得到那个报警的那个什么白小莲吧？找到了白小莲，不就能找到乔毅了吗？哎，妈，您还真是没白跟张永成在一块生活这几十年。 您现在简直就是一部行走的法治进行时，别嬉皮笑脸的了，你都什么时候了？我们无双集团都已经快垮了，妈的压力太大了，真是，你就别添乱了，你听到没有啊？行，妈，那咱事先说好了，即便是我跟乔毅谈了恋爱。 一是在深化专项斗争、清仓见底上下功夫，继续发挥专业优势，强化涉黑涉恶罪犯收押、深挖和律师辩护代理涉黑涉恶案件指导管理监督工作。要通过强化监狱安全、改造深挖三同步，更多更快地获取涉黑涉恶线索，对组织者、领导者要全力挤干挖净。 二，黄四海，深入调查，我们要怎么才能如实反映情况？不能随意定性。提高警惕，开展自查自纠，强化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突出源头治理，彻底清除行业涉黑人员或涉黑势力，并摸排线索，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长期稳定、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。 文件呢，今天就传到了这儿。我想大家现在心里边已经很清楚了，不领导，这是要响应中央的号召，在咱们监狱系统开辟第二战场。我个人呢，是十分拥护领导的决策和定位的，尤其是“第二战场”这个词，用的是非常的准确。所有的黑恶势力都跟监狱有关系，因为他们最终的结果就是进监狱，而进了监狱之后呢？ 他们身上的事情，是不是真正的搞清楚了？这个就很难说了。尤其是这些人
他们的关系网、保护伞搞清楚没有？以钱养恶，以商养黑，这个背景弄清楚没有？查处了没有？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将要面临的问题。今天来开会的呢，都是各监区的负责人和基层的民警干部。有没有黑恶线索，你们心里边最清楚。下面大家开始自由发言。刘瑞，你有话要说呀？钱局长。有什么话说呀？说呀！行，那我就说了，我认为黄四海有涉黑涉恶的嫌疑。昨天我已经和监局长反映过了。是吗？那个，行，这样，如果真有问题，玉珍科马上联系公安部门，彻底查清楚。好的。沈广军他不是杀人犯，他不会杀人。那天他只是误闯了白虎堂，自己说不清楚，真的他自己说不清楚了。你们讲证据也好，讲人情也好，我没看到啊，我什么也没看到啊。张书记说了，要讲人民的正义，你们是怎么落实的？我得看到，我没看到啊，在我身上没有体现出来呀。我到公安局门口，他们说在调查；我到检察院门口，他们说在调查；我到监狱门口，他们还说在调查。这是啥呀？这不是在拖呢吗？哦，把我老太太拖死了，万事大吉了。这怎么行啊？他张书记是人民，我也是人民，他讲的正义不光是他自己家里人呐。我现在浑身都是伤，他们人肉了广军，可广军在监狱里呀，他们就又人肉我。我家老大开了一个修车，三天两头的挨砸呀，我自己也是三天两头的挨打呀。他们到处说我是杀人犯的妈，说我没教育好孩子。徐大发也就是一个跑运输的呀，可他家里人，他手底下那个人可会在网上弄事情啊！啊，这两年他天天都在网上发东西，把我说成一个禽兽不如的老太太，把我家的地址、我的电话、我的照片都发出去了。我走到哪儿，人家都能认得出我来，这我都认。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广军儿子能够出来。Thank you.
谁的车？这是我哥从老家弄的。好啊，不张扬。哎，对了，今天的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啊，尤其是老张。要不然晚上我陪您去吧。不用了，老张随时都要找你，别到时候找不着你又是麻烦事儿，我都安排好了。还是您想得周到，那就辛苦您了。小陈啊，咱们现在可是在一条船上了，有时候有些话不能跟老张说的得跟你说，有些事情老张是绝对不同意干的，得你去办。所以啊，你千万不能给我掉链子啊。这您放心，对领导和对您的服务那是我分内的事。我就是怕呀，黄永红会对你下手，金钱美女他可是都是大手笔，用金钱砸晕你，用美女搞蒙你，那什么都做得出来呢。你是不知不觉的就听了他的话去给他办事儿了，所以呀，一定要小心啊，千万不能上了他那套。您放心吧，金钱和美女引不起来我任何的兴趣，我陈明忠志不在此。那在哪儿啊？他那样的人，好啊，就是家庭生活太无趣了。你还年轻啊，对你爱人好点啊。什么时候有空听听你女儿拉琴啊？那您要想听的话，我随时让她给您拉。郑瑞，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你没看见我在会上跟你摆手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诚心拆我的台是吗？没有啊，金局长，您不是说黄四海的事情您要亲自向领导汇报？我以为你已经跟领导汇报完了，所以才摆手说自己不说让我说的呀。废话，那么多监区都没事儿，就我们监区有黑恶势力，光荣啊。哎，不是你傻呀，黄四海的事情真的有可能有问题，要是不管的话。哎，小郑，你误会了，这监区长可没说不管，你说你跟监区反映了情况，那监区的领导得了解一下情况吧，了解完了之后才好往上反映嘛。现在呢，我们什么情况都不了解，你直接在大会上就给提出来了，这会让我们的工作很被动。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，我也是好心嘛。监局长，对不起啊，我有点冒失了。得了得了，会上的风头你都出尽了，接下来是我们给你擦屁股。行了，回去吧。你回去吧。小郑，回去吧啊，回去吧，没事。我走了，监局长。哎呀，消消气儿。如果形势发生变化，我这个董事局主席也差不多该下台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是意味着事儿有变故了？这是一方面。那就是胡雪娥的事儿。老张这个人啊，做人做事不留后路，导致我们这个家庭现在面临很大的危险。其实这个危险呀，也直接威胁到他自己。对内呢，你看儿子被人诬陷强奸，他不管，说是要公事公办。对外，930杀人案胡雪娥一闹，他就当众许下承诺，提出什么人民的正义，把所有的责任全部都揽到自己身上来。其实杨克明书记还没有到北京呢，工作还没有完全交接，他可以在会上说，向杨书记、向宋书记汇报，说说套话就把球踢出去了。但是他不啊，他要大包大揽呀。所以这两件事情绝对不能出问题，有问题他的政治生命就会受影响，很有可能就此打住了。水至清则无鱼啊！张书记对儿子、对您是
确实是有点过分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也正是因为他这样，才值得我们尽全力去保护他。少峰啊，你这话可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。沈广军的案子给他带来很大的被动，我听说袁宏伟已经派了一个叫外号叫什么“九转肥肠”的得力干将下来调查了，人员已经到位了。这个“九转肥肠”是什么来头？没人知道他的来头。当然了，也不排除有的人想故意利用这个案子做点文章来陷害老张，比如说在这个上面找出什么疑点来质疑老张领导的专案组的工作，好让他在正式上任政法委书记之前呢就被拿下。如果出了问题，他的政治前途受到影响，即使以后平反了，疑点解除了，又有什么用呢？黄瓜菜都凉了。做了个梦，轻点，轻点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梦见我这胳膊好了，我觉得我这胳膊撑着翻了个跟头，没想到我就掉床底下去了。我还用这胳膊撑的地，疼死我了。你忍着点，忍着点，这是止疼针，你忍耐一下啊。王医生，怎么样？这次伤得比较严重啊，很可能造成了粉碎性骨折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就得二次出院治疗。行啊你，沈广军啊，你这刚从外头回来，马上又要出去了，这监狱都成了你的度假别墅了，你是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？疼疼疼疼！二位警官，帮我看一下，我去拿新的石膏给他固定一下。好啊。喝点水吧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咱们也不能喝酒了，搞得跟地下工作似的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尤其是现在是敏感时期。张书记在检察院工作期间啊，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，所以我就一直还比较关注张书记这个现状。
其实这人啊，他一进这大机关啊，他就各种事务性的事儿，他纷繁复杂，有些人又涉及到现在是不是能进常委，啊，这确实得万事小心。谢谢你啊，我们现在只能这样了。您就别跟我客气了。嗯。但现在问题的关键啊，就是，就我这个身份，啊，就是我现在他只是一个副检察长。而且我又刚提上来不久，也没什么实权，那说难听点，我还不如一个就办公室主任呢。再加上那个原来这检查室，我也不能说直接去干预，所以真正能使得上的手段确实不多。啊，副检察长，在你们检察院重大的决策、重大的行动，你都可以参加了。所以我需要听到最真实的消息。心里有数，啊。啊，对，还一件事呢。那个黄四海在你们那儿表现怎么样？这个黄四海啊，在监狱里呢，确实是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待遇。他是比较张狂。也在里面也确实不太老实，啊，但是挺奇怪啊，他最近是刚刚立功减刑了，还换了一个监区。减刑？啊，是真的立功了吗？啊，这个应该是不会有假，这都严格按照程序走的。但是当时我事儿比较多，因为具体的都是这个小罗欣然负责的，那我回去可以再具体找他再了解一下。对了，您是打算？这医委的事儿啊，最近都是黄雨虹手下的人在办。我也知道这帮人不是白帮忙的。黄雨虹这个人过去做的事情，我是有所耳闻。他儿子这次犯的罪，都是他惯出来的。现在他想利用医委的事情，让我们给他买单。他的小算盘真是打得啪啪响。要是按这个方向考虑，那我完全有理由怀疑，就是医委这个事儿，很可能那就是黄雨虹手下的智囊团设计好的。那两个女孩不是他们那个网站的什么签约作家吗？那很可能就是他们设计的，就是仙人跳啊。要是那样的话，那可就太可怕了。不排除这种可能。不过医委一再的跟我强调，以他的经验。看那个乔小姐还是个性情中人，不像是设计好的呀。那个乔小姐可能不是设计好的，但是你说跟她一块儿那个叫什么小莲的那个女孩绝对有问题。你想啊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你不经当事人的允许就这么草率就报警了，这里头肯定有事儿啊。咱们先不考虑这个因素了啊，那边有邓耀先律师帮忙呢，可以拖一阵子。小峰啊，我就问你一句，王四海的事情，你插不插得上手？怎么了？很为难吗？那个，如果是顺水推舟，就可以。但你说要是违背原则的事儿，这难下手。关键是现在这个黄四海啊，他刚刚立功减刑了，你现在再使什么办法就很难。你不可能说一个犯人成天没事就天天就这么又减刑又立功的，这谁也不可能有那么好的运气。你除非说有人特意设计这个事儿。没有让你违反原则。孝峰啊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就算你在这件事情上捅了娄子，最终也是有人来帮你解决问题的。啊，明白。你想让我做到什么程度呢？不犯法。啊，那就行。怎么着？你还以为我让你去杀人吗？这，你把我想的就那么丧心病狂吗？没有，就绝对没那意思，没有。但是在这个人世间呢，
有多少手段比杀人厉害呀？我明白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怎么办了。但是我得给你强调啊，我跟你说的这些，和我和你的关系，老张是完全不知道的。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全力反对的。也不排除他会向组织举报我，跟我离婚。这些你都明白吧？啊，这个我明白。郑书记，您这个说的就比较有境界。你看我们家老张，做了那么多事儿，往家里拿过一分钱吗？我们家的钱这些年全都是我挣的。我们不能让他在为人民服务的同时，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和不可控的舆论所坑了，对吧？对。今天就说到这儿吧。行，明白。那我先走了。进来，季院长，时间到了，您给安排一下。什么时间到了？这行动啊，公安搞的抓捕前个行动，咱们不是要和检察院一起去配合配合吗？我不知道这事儿啊。吴政委让我通知你，他在海滨开会没回来，要起草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，他要帮忙提供资料，所以打电话回来，让你负责这次联合行动。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这事儿啊。这莫名其妙啊！我负责什么？季院长，那个公安检察院的人都已经集合了，就等你去讲话了。莫名其妙吗？这不是？哎，我陈勇，政委，这柴科长通知我说咱们和检察院一个什么联合行动，我刚刚知道啊。检察室的同志没跟你说吗？没跟我说呀。啊，这次呢是由省检察院提出的计划，公安为主，我们监狱和检察院两家配合。这样，陈监狱长啊，你要是有异议呢，可以不参加这次行动，就让公安和检察他们两家行动吧。其实呢，我们参与呢，也只是个形式。只是个形式？什么行动啊？我们只是个形式，是抓捕、打击监狱前科的行动。人家也是为了我们好嘛。为我们肃清周边的黑色地下减刑产业链嘛，现在正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，上级要求我们有黑扫黑，有恶除恶，有乱治乱。这不仅可以维护郑州地区的安全稳定，也可以为我们的监狱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决定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。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是不是，陈监狱长？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。我明白了，熊哥。嗯，郑瑞不是应该在家写检查吗？他来这儿什么？郑瑞啊，拿过东川省三大冠军，他来了，大家心里踏实。那有什么用？今天是人家海湾派出所的行动，咱俩也不过就来帮着认认人，提供一点情报。郑瑞在监狱一线工作呀，人家也能提供情报啊。你觉得这事正常吗？检察院
和咱们监狱联合行动，不通知我这个监狱长，这不是胡搞吗？这不是。监狱长，沈广军的案子这么复杂，外面舆论那么大，上头说要派工作组派人来查，也没什么动静啊，怎么就突然搞什么抓捕前科了？抓前科，抓个屁！完全是在搞政绩，面子工程。哎，看胡雪娥的事情闹大了，马上找一个事情分散注意力，让老百姓不再关心沈广军的案子。哎，你说这事情不是这么搞的吧？不管说这沈广军的案子是不是冤案，胡雪娥呢是不是无理取闹，你总得给个结果呀。你说怎么可能找一个事情抵消这个舆论压力呢？这么搞哪有正义，完全是瞎胡闹。谢院长，你也别太悲观了，事情还没到那一步吧。不管他们怎么搞，咱们的事情还得办。好好好，陈监狱长到了，我先去一下。哎，好的。啊，熊检察长，哎，哎，有个事儿我跟你确认一下啊，这次行动谁牵的头啊？哎，我那儿写材料呢，一直，政委负责这事儿，公安牵头，啊，监狱周边的治安是公安负责吧，由这个海湾派出所的盛所长负责。哦，但是这个行动啊，是省检察院提出的。我们发现，在监狱周边有一个地下黑色产业链，而且愈演愈烈，所以才提出这次清理行动。公安方面非常配合，你们吴政委马上答应了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队伍已经集结完毕了，你讲两句。我讲什么呀？我就别跟着添乱了。我，哎，盛所长了，啊，您听那个，哎呀，打个招呼，打个招呼啊，盛所长。哟。陈杰，陈杰，陈杰！哎呀，辛苦辛苦啊，辛苦！辛苦啥呀？都是兄弟单位，应该的事儿。嗨，抓捕情报呢，我们已经掌握的比较详细了啊。人家熊检察长他们早就把情报做到前面了，我这儿呢，就是跑跑腿。嘿，好，好，那就按计划行动。我这边呢，派李科长、柴科长还有郑警官配合你们行动，我就不用去了，我在监狱静候佳音啊。行，哎，行行行啊。您那儿情况复杂，我明白。嗨，那时间不早了，我开始了啊。哎，那就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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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全体注意啊！说一下今天晚上的行动目标。首先宣布纪律，即刻起，所有人员关闭手机，禁止和外界取得任何联系，以防消息外泄。收手机。长期以来，我们城州出现了一大批专门吃监狱饭的前客，这伙人打着帮忙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的幌子，疯狂敛财，欺骗罪犯家属，还试图腐蚀管教干部和其他相关执法人员。我跟你说啊，事情已经完全失控了。他们这次行动完全是瞒着我展开的。你之前得到消息了吗？王坚给你提过这事吗？老监狱长管不了了，我师父都那样了，躺在床上神志不清。我因为殴打犯人的事件屁股上有屎，更没人跟我说。可是他们这么突然行动太草率了，咱们花了多长时间，下了多大的功夫想挖出藏在监狱里的内奸，现在才刚有一点点线索，结果被他们这么一下折腾，打草惊蛇全白干。我最担心的是今天晚上他们抓到前科，形成结果一定会把这次行动当成一次政绩往上报的，给上面一次啊前科完全肃清的假象。那真正潜伏在咱们身边的前客还有内奸就没人管了。你瞅那姓熊的网红还在这高谈阔论呢，除了会在网上吹牛还能干什么实事？那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呀？走一步看一步呗。明天我去趟局里边找领导汇报一下情况。你说哎，狱侦处的毛处长和咱们的王监狱长一起制定的计划，经他们这么一搅和，肯定会受很大影响。那现在打电话反映来得及吗？检察院是监督咱们的，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的，张书记亲自下的命令，能阻止得了吗？等这次行动结束，我跟毛处长一块儿去趟省司法厅，让厅长找宋书记反映情况，
应该就会有效果了。但是我觉得吧，他们这么草率行动，也抓不到前科集团的骨头，咱还真得走一步看一步。还用你说呀？你晚上行动小心点啊！是，回去。不对，是。经过检察院同志提供的情报，我们掌握了这批前客聚会的线索。今天晚上，我们海湾派出所特意联合检察院和监狱方面重拳出击，给他们来个一锅端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出发。危险，跟我去指挥车里等啊！我得拍第一手资料，明天发官网上去。我网红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们单位唯一的女性啊，你给我照顾好了。那注意安全啊！放心吧。小李、小张，到！替我保护好这位唯一的女性。是。哎，你们是来执行任务的，不用在这管我，赶紧上去吧。可是刚才署长说了，给我们分配了任务。我一学散打都能照顾好自己，快去吧。是是。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的。我们派出所地方小啊，只有四间后勤室，我们就把之前案子的嫌疑人都放在了一间，剩下的三间全留给了他们。这些刚刚抓回来的嫌疑人可能会有点挤啊。没事，挤就挤点，不是都有监控吗？出不了乱子。那倒是，里边的软包装摄像头我们可都是按照规定去做的，其中一面墙上有玻璃，
我们可以从外面直接观察到里边的情况。好，就这样。行。现在提讯吗？当然了，趁热打铁，别让他们串供。我也参加。小罗，天天审犯人，还怕这么几个前科吗？好，真给咱们检察院长脸。赶紧的，雨下起来了。怎么这事？这是谁告的密？我知道我会弄死他，不行。得了，都什么时候？哥几个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冷静，冷静，知道吗？咱们犯什么法把我们抓进来啊？我们不就是吃吃喝喝、打打牌、看了看跳舞，这犯我王法吗？这不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吗？老四带小姐进场，冲这个公安就可以抓人。这是我亲妹妹，我让给大家跳个舞，怎么了？这高尚娱乐，谁他妈管得着啊？你要管，海平舞蹈学院都得逮起来。你们说啥事儿呢？恶心不恶心啊？抱歉啊，姑娘，我们讨论的是法律问题。按摩洗浴场所有偿陪侍的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9条，组织或者进行淫秽表演，参与聚众淫乱活动的，处10至15日拘留，500至1000元罚款。咱们都过这岗了，看看看看，不论干哪行都有一个法，就连看女人跳舞也得有个说法。这是不是设计的太细了？这是不是太为难咱公安局了？公安局怎么了？法律那是他定的吗？对，那法院的事儿你别扯了。哎，外星哥，人大才是立法机构，咱们干这个怎么能不懂法呢？你这样罪犯家属怎么能信你啊？别张嘴就来，你得好好学学啊。我要学得会，我干这个呀，我他妈看黑板都头疼。你啊也是。哎，你不是懂法吗？你这法律学得好，你不照样跟我们一样关到这儿了吗？你要真有本事，你就学习学习人家这个首富公子黄四海，杀人了，给判了个过失致人死亡，嗨，蹲不得几天班房，这又给减刑了。什么法律不法律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有钱，给钱办事，甩棍大哥的功夫，那没得说啊。能别在这儿说这个吗？怎么了？我怕警察？我说的是甩棍。警察拿你没办法。嗯。甩棍拿你也没办法吗？他要知道你说这些，他会不会收拾你啊？你是不是想回外星去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这里面说不定谁就是他的人啊！你要冷静啊，冷静。都老实点啊！你出来。多少回迎着怀疑的目光，懵懂选择梦开始的地方，有多少回抬头仰望着天空，默默忍受假装低头坚强，当命运嘲弄所有困难。